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诗诗。那今天这影片呢，是大家敲完已久的影片，就是我一天到底吃什么，就是我的三餐到底吃什么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挑了一天，我是完全真的会待在家里的一天。那完全待在家里的时候呢，我就一定要就是在家里解决我的三餐嘛。那跟大家说一下，现在时间大概就是这个9:30。那9:30真的是吃早餐的时间，但其实说实话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吃早餐的习惯，因为平常上班呢都是这时候出门的，所以我就不会吃早餐。然后我今天也在想，我到底要不要吃早餐？对。But anyway，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今天一天吃什么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来先做一个小小的开箱，因为我又在 Market Curly 买东西啦。今天就是要来开箱这两盒的 Market Curly 的东西。其实我今天没有买特别多，因为前几天我已经买的非常多了，所以今天只是小小的补货一下。那我到底买了些什么呢？其实虽然是昨天订的，但其实我有一点忘记我到底买了什么。我买了一个薯片，然后这薯片是因为最近都一直在家里，然后就会嘴痒，一直找东西吃。那这个薯片呢是用烤的，所以呢它是减65%的少脂肪 less fat， 所以就是比较健康，吃的没有那么罪恶。所以呢我买了一包试试看，应该是好吃的吧，因为它毕竟是 lace 的。那接下来还有什么？我买了这个 Krispy Kreme 的那个 donut。哎，那这样子我早上可以吃这个哎。对，这是原味的 donut。下一个盒子，这买什么？我也买了一个小甜品，是这个蛋糕 ，Oreo 的蛋糕。因为我在上面看到好像很可爱，不错，所以就买来试试看。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还有，对，买了一包米，因为我家的米快要吃完了，所以就是，等一下，这个米不一样哎，这米不是我平常吃的白米哎，这是苦子孔哎。好吧，我好像买错米了，但是没关系，也是可以吃的。虽然它不是白米，应该更健康吧，这样子的话。对，今天就是在 Market Curly 买这么一点点东西，因为我家里其实我的冰箱真是超多食材的。对，所以其实因为这么多食材关系，我也在想我今天到底要吃什么呢？不过还没有想到之前呢，先来做早餐吧。
教大家，现在的时间是12:15，然后就是来到了中午时间嘛。然后因为我刚刚早餐也没有吃很多，所以呢现在是有一点点饿。可是我一直在就是想，我到底要吃饭还是吃面？因为如果我现在吃饭的话，就是晚上吃面；那如果我现在吃面的话，就是晚上吃饭。对，我一直在想。コミナね。吃面吧，我们今天来煮云吞面。这是我在韩国的一个网站上找到云吞，然后我吃过，觉得还蛮好吃的。我住韩国朋友如果想吃云吞的话，也可以找这个세미원的새우완탕。是我今天煮的云吞面，虽然很不像马来西亚的云吞面，因为我没有那个青色的菜，可是就是大概做一个样子吧。可是有没有看起来很丰富？那现在就是要来搅拌，然后我觉得最重点的就是这个炸蒜头，因为这个真的很香，很好吃。所以现在把它拌在一起。
为有那个蒜米的关系，所以那个面超级香的。来吃一颗云吞。我其实真的觉得这云吞很好吃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是已经吃完我的午餐，然后我现在应该是会做一些我自己的东西，然后等一下来煮晚餐。想到说，我今天早上不是买了这个吗？就是，比较没有那么高卡路里的薯片，然后我想说来吃看看。然后这为什么没有那么高卡路里呢？是因为它是用它不是用油炸的，所以呢就没有油。然后对，它是用烤的，就是用 bake 的，所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来吃看好不好吃。其实也蛮香的，而且分量蛮多的。来，它是这样子薄薄的，对，真的是没有油的感觉。还蛮脆的，虽然它没有油炸，可是还蛮脆的。而且它不会咸。就是稍微的做了一下运动，就是做那个踏步机，然后时间非常的快，现在已经6:15了，然后现在要来准备我的晚餐。那今天的晚餐想做就是简单一点，就是炒香肠，对，就这样子，然后配点青菜吧。
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餐，就是香肠，然后炒那个黄椒，然后加点蘑菇跟洋葱，就是简单的一道菜，然后配饭吃，就是简简单单。我觉得一个人住都是追求简单吧，虽然有时候我会做得很复杂，但是有时候我还是喜欢简单一点，就是不用洗那么多，然后不用切那么多东西。但是这个是我第一次做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来吃看。这个黄椒超好吃的。然后我觉得那个酱很好吃，虽然很简单，就是番茄酱，但是因为我加那个蚝油，所以呢它就没有那么酸，没有那么只是单单的番茄味。很下饭，来吃香肠。真的好吃。